在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政要和贵宾的大厅，陈设着一面巨幅铁画《迎客松》，看上去挺拔伟岸，苍劲古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铁画是怎样打造的？铁画为什么诞生在安徽芜湖？为什么它会得到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厚爱呢？在它的背后，究竟蕴含着一种什么样的艺术魅力和民族精神，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芜湖市位于安徽省的东南部，南以皖南山系，北望江淮平原。浩浩长江自城西南向东北缓缓流过，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处水路畅通、经济繁荣的江南重镇。自西周至唐宋时期，芜湖地区的铜矿开采和冶炼规模宏大，技术先进，为古代中国的三大铜矿基地之一。明清时期，民间素有打铁锻钢的传统，所谓铁到芜湖自成钢，风格独特的铁画艺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孕育而生的。铁画的历史说来已有300多年，它并非出自著名大画家之手，而是像泥人张、面人郎一样地地道道从民间手工艺中孕育升华的。清康熙年间，芜湖有一个普通铁匠叫汤天池，他生活贫寒，经常打制一些简单的铁花出售以维持生计。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汤天池每天向国画大师萧迟木偷学绘画技艺，结果被发现。这个地位低下的铁匠的诚意感动一代国画大师，萧迟木悉心指导汤天池关于国画的绘画技巧和构图法，二人亲密合作，相互砥砺，终于创造出传统国画艺术与锻铁技艺奇妙融合的铁画。铁画诞生后得到许多人的青睐，但仿作者很多，水平良莠不齐，以至于被视作一种坊间手艺而地位不高。汤天池之后又出现一位奇人梁再邦，原来是一位能诗善画的文人，他放弃科举仕途而倾心于铁画，难能可贵的是他以铁当墨，以锤为笔，将文人意趣融入铁画，使铁画走入高雅艺术的殿堂。他的铁画虽然笔画寥寥，却形神兼备，栩栩然富于意境，一时被誉为绝技。有钱的达官显贵纷纷以高价争购，铁画得以进入上流社会，甚至供奉皇宫。梁再邦以文锻画堪称铁画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铁画创作前一般会有画稿，但不是所有画稿皆适合铁画。铁画的出现与当时兴起的新安画派有密切关系。他叫萧迟木，是新安画派的著名画家，安徽芜湖人。当年汤天池正是得到他的悉心指点，才独创出铁画艺术。
明末清初之际，在徽州区域聚集了像萧齿木这样的一批不与清朝合作的明代移民文史画家。他们隐居黄山，善用笔墨，借景抒情，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绘画风格一反柔媚恬俗、奢靡华贵之气，开创了一代简淡高古、秀逸清雅之风，具有鲜明的世人格调，在十七世纪的中国画坛独放异彩。新安画派提倡诗法自然，笔下多是峻岭奇松、悬崖峭石、清流寒士，画家擅长运用线条来状物抒情，线条简约而遒劲有力，这种画风正适合铁画来表现。新安画派也好，古时候画派也好，都是非常强调用线的。这种丰富的线的表现力，使得这个铁画艺术的产生有了它的前提。就铁画是通过铁来锻造出一种线的这种力量的美感。哎，这种造型的方法和这个新安画派也好，这个古时候画派也好，这个或者和文人画也好，它是就是无形中是相通的。最重要的是，新安画派所强调的鄙视权贵、拒绝同流合污、坚忍不拔、独善其身的文化风骨和精神气节，在铁画上得到更好的表达。我们知道铁的东西它是很难弯的，很容易直的，都是比较刚强的，啊，这是很坚硬的、坚强的。因为在画上面的阳刚之气，在铁上面这很简单就表现出来了。铁画诞生之后，走过了300多年的坎坷岁月。新中国成立之际，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近乎灭绝。新中国努力发掘和发扬光大民间传统艺术，芜湖有关部门多方查找铁画传人，终于找到年近花甲的老艺人楚延庆。楚延庆早年打铁学徒出身，拜师学习铁画，是当时幸存的唯一铁画高手。虽然有20多年未操就业，但在新形势的感召下，他决心使这门濒临失传的艺术恢复青春。芜湖市手工业局帮助楚延庆组建了铁画恢复组，筹办设备和原材料。楚延庆在自家小院内砌起烘炉，架起铁砧，带领仔细挑选出来有潜力的年轻徒弟们开始试制铁画。这幅松鹰图是楚延庆率弟子于1958年创制的一幅杰作。苍鹰兀立古松，雄视猎物，展翅欲飞。整个画面构图充满张力。最令人叫绝的是，在不同的光线、不同的角度下，鹰眼神态毕现，栩栩如生。这幅松鹰图参加了1959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及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并获得金奖，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在今天的铁画博物馆内，保存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楚延庆及其传人锻造的大量铁画精品，让人叹为观止。
这里堪称铁画艺术的宝库。然而有一件最重要最著名的铁画作品却不在其中。1959年，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北京10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的落成典礼，芜湖铁画界承接了一个光荣的任务，制作一幅前无古人的巨型铁画作为人民大会堂的陈设品。对于当时的芜湖铁画界来说，这是意义极其重大的政治任务，需要调集全部力量，既要确保最高艺术水准，又要恢弘大气，体现新时代新气象。经过慎重的思考，人们确定以黄山著名的迎客松作为铁画的题材。迎客松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因为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万里长城啊，它也有一种精神，咱们迎客松也是一个精神。再说我们是铁打的迎客松，就是这个松万古长青，也象征着我们祖国的万古长青。打制一幅铁画需要经过几个环节：样稿、下料、锻打、连接、防锈处理。根据图纸设计，铁画迎客松的规格是4米5×2米5，重达800斤。这么巨制的铁画以前还从没有人打制过，技术和艺术上的难度非常大，而且工期紧，任务重。楚延庆带领弟子们还有几十个工人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工作中。当时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简陋，创作的过程十分艰辛。夏天也在炉子上烤啊，本来就30多度，再在炉子上，炉子就有几十度了，穿的衣服啊，那个衣服都在淋水，看得特别辛苦，可能没有那种毅力和那种精神。